零到一，编剧给了我们一个想象的蓝图，这是他们构筑的文字的世界。然后 Charles 会给我们一些大量的参考和概念的氛围的设计，然后我们会逐步从氛围设计概念之中，逐步到场景的还原，构建出一个真实可见的世界观。这一次其实弧形非常大的突破和在剧里面的尝试，主要是要还原戏剧的部分，它不能零互动，它要跟主角有实质的接触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技术指标。我们的特效总监最后还在台北租了很多后期的棚，又要重新去把人要合着我们的定剪画面，要重新再把这个动态捕捉再完整的还原到生物的身上去，又做了特别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。我们的用心应该观众是能看到的。弧形呢，可以说是用到了我们目前业界所能够提供的技术，包含生物的技术，那生物的技术里面还有包含肌肉模拟，我们并不是只是做一个生物，生物它里头还有肌肉，那肌肉模拟完了以后呢，外面还有一层脂肪，那你得把这个脂肪做上去，动态呢才会更活灵活现。代表主角天耀的龙，由于它的龙角在剧中扮演关键的角色，我们特别将它设计成能喷出魔法般的龙焰，借由龙焰的强弱呢来表达不同的阶段的戏剧张力。我们必须制作这条龙，它有很多的面部表情的表演的可能，尤其在最后大战的时候呢，几乎只有一个眼睛这么近的特写，对于生物的精度的要求就非常的严苛。另外像面部扫描、场景扫描，我们用了最先进的 LiDAR scan 去把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扫描下来。在设计跟制作的过程中，从前期到我们拍摄到后期，我们跟整个拍摄团队都讨论非常多次的有关于各个人物的识海。比如说焰回本身的识海呢，就分为非常多的阶段，但是这每一阶段呢，完全得凭空去想象出来的。那我们在当中用了一个水的元素，用水来表示现在的焰回他的功力呢恢复到了什么程度，他能力被禁锢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很大颗的黑曜石把他的石海给封印住，但是等到他有一天突破这个禁锢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打破黑曜石，象征他法力的汪洋大海呢呈现在大家面前。迷雾森林，因为中间触动了机关以后，它会进入下一个阶段，又变成了一个全新设计的场景，所以它的空间跨度非常非常的大。结合这个空间跨度，我们的美术指导东志良当时给了我们一个世界观，它结合了中国哲学观的五行系统，金木水火土，然后我们的青丘跟龙骨其实就坐落在了这个木质属性里，所以我们用了巨树的概念进入青丘和龙骨。因为弧形这个故事一开始创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它是人间的故事，想把它做得更接地气，就从女主的性格啊，然后到就是周围的氛围的描写，以及整个场景的布置来说，都是人间地界的故事，而且讲的也比较实际的一些事情。它的每个生物会让我觉得非常真实，包括像天元魔在打的时候，我们一看的时候我就说，哎，这个皮肤的纹路啊，还有给力量的这种感觉啊，我觉得都还挺好。然后在那个故事的一些特效美术的呈现上面呢，它都是往那个实处去打的，这可能是跟很多现在的线下有点区分的地方吧。我觉得整个弧形有非常多有意思反套路的具有当下感清洗的情节，虽然它是一个仙侠的世界，但我觉得它无限的接近于现代当下年轻人的生活，非常希望观众能够走进我们弧形的世界，然后可以听到观众的心声，然后也让我们未来可以做更丰富的仙侠项目给观众。谢谢。